那是可以睡的吗？好烂，好烂，什么烂啊？不是，我本来觉得我的问题已经够烂，你今天白天有吃饱吗？你跟我回一个。我老婆，我老婆每次这样跟我玩游戏，我都这样跟她玩，都可以睡了吗？就连回三个都这样吗？没有，第二个我就睡着了。我是躺在床上，一首歌还没到主歌，还没到副歌，我就睡着的人，很难了，我很难。怎么会这么好睡啊？我好好睡，好奇怪哦，很容易睡，真的。我说小梁哥，你呢？还是我们先问一下古龙好了。你要想那么久，就是看运动比赛，然后我喜欢球，比如说类似我爸爸，他很喜欢看就是足球赛，但是我妈妈觉得是很浪费时间。所以呢，我就是我爸爸在坐沙发的时候，我妈妈马上会跟他讲：“哎，我们现在很忙，我们要陪儿子买衣服或者是什么什么什么。”然后他就是不让我爸爸看足球赛，所以我爸爸发现这样子，所以现在他就跟他讲，第一次就跟他讲：“哦，没关系，我现在要就是喝咖啡，然后你要等我。”但是他去喝咖啡两个小时多了，他当然就是去咖啡厅看那个足球赛，所以现在如果我爸爸跟我妈妈说我要喝咖啡，我妈妈知道我爸爸就要去看足球赛。哦，不错 ，OK 了，不错不错不错。我自己的超学，我自己觉得啊，几个月前我身体的状况不太好，然后医生跟我说不能喝太多的绿茶。但是我本人就超喜欢喝绿茶，那可能一天喝两三杯没问题，没问题。但是医生跟我说我要少喝，所以就刚好那时段，我就是可能一个礼拜才喝一杯，这样子还蛮乖，对不对？但是我那时候的一个礼拜才一两杯，很少，对我来说很少，特别是夏天的时候。但是我女朋友她有一天回家，然后看我在那边就喝了一杯绿茶，然后我自己还蛮开心的，我说慢慢喝。他生气把的拿的那一杯拿去把它掉掉，然后就说医生跟你说你不要喝，你还给我喝，你之后就不要买，这好吗？对啊，哎，我是问你身体好，我是喜欢喝奶茶，然后呢，我每次要出发要出来工作前呢，因为我们家楼下早餐店我都有电话嘛，都先 order， 然后 order 以后说，哎，那我要什么什么什么，然后加一杯，然后我这边很小声。然后我就去拿嘛，一拿的时候我就拿，哎，奇怪，怎么是豆浆啊？然后我就打电话去早餐店，哎，我要中冰奶，我说你怎么给我豆浆？说哦，没有，你老婆不给你喝奶茶。你看，哎呦，对不对？哎，我刚才对啊，不对啊，我到现在是连冰的都不能喝，冰的都不能喝。那你怀孕还不了解？不是，你都要虚的。他最近在吃丝物丸，丝物丸女生吃的，对，所以我现在连冰的都不能喝，然后奶茶也不能喝，然后我家买好多那种吉隆式泡那种奶茶，全部都被丢掉了。可是为你的身体健康着想啊！可是我们的小确幸有时候吃到一点点是，对，很开心的事情的。对，是用不健康的事换开心，老婆都是为你们。妈，不要讲话。转过去。那贾斯汀呢？我的是贾斯汀来了。北之英雄的男六。男六也算得出来。我喜欢比如说我忙一天忙一整天，我喜欢回家看个卡通啊，还是玩电动。对对对对对，对，就是跟一个比较大人会看的卡通，比如说那个南方公园啊什么的。对对对对，辛普森。然后但我对对对，我之前叫了一个就是那个香港的那个空姐女朋友，然后她那时候住我家大概一个月，然后我工作早上八点忙到晚上八点，超级累，然后我一到家，我已经吃饱了，我一到家他就硬要煮饭给我吃，我说我不用了，我已经吃饱了，那还吃猪了。然后他煮完之后要我洗盘，我说哦好，然后我就洗，然后我那时候已经穿了我的睡衣快要睡觉，洗完了之后他叫我去帮他买东西，他又不陪我，我自己要走过去帮他买，我超累，我就想看那个卡通啊，玩电动啊，回来就播完了。对啊，你的眼神好恨他的感觉，很生气啊。这棒好弱，我们来听听燕君的，好，燕君，燕君。其实男生小确幸有时候是跟朋友，有时候是跟自己，你知道吗？哎，有时候自己的小确幸其实，哎，你看偷喝干嘛？哥哥的贤妻，老婆看一下又偷喝，我要跟他讲。
没有，哎、欸，这个最近，这个最近买二送一。我那天到那个便利商店有没有？我就跟店长讲、欸，我说你们后面有多少，全部带回家。你寄放在哪里啊？全放我家，我放我车子的后车厢。好。OK， 我的小确幸其实很多人我相信很多男生女生都会有，但是你们可能是，就是我在讲很私下的东西啦，很私底下，就是。常常在是有穿衣服的吗？有穿衣人，有穿衣服的。常常在没有人的时候，比如说 ，OK， 我们在开车的时候，我老婆要去买东西的时候，她离开车子的时候，我一个人在车子里面的时候，其实我蛮喜欢就是清洁自己的鼻孔的。啊，对，很喜欢自己清洁鼻孔。这个一定要挖鼻孔就挖鼻孔，你不清洁的话，有时候你会觉得。吸不到空气，卡住了。没有，就好像你穿着长靴要抓痒，抓不到那种感觉，排气管被塞住的感觉，对，那种感觉。那我已经有到那种程度，我老婆就说：“你真的有这么多吗？”然后我老婆很可爱，是只要因为我们的车窗没有到非常的透明嘛，我每次手要拉起来的时候，我老婆就拿那个卫生纸帮我把鼻子遮起来，因为怕外面的人看到。对，是为你的形象。对对对，我的小确幸，你挖完以后你裹哪里？哦，其实它会变粉，你知道吗？它会变粉，然后就等一下，它变粉，然后你泡茶来喝噻。不是，我老婆会拿卫生纸。是济公啊！我老婆会拿卫生纸给我，她会拿卫生纸给我，就是用鼻子挖。对。这不错吧？多健康小心，而且不妨碍别人。这还 OK 吧？三位是还 OK， 这还 OK 吧？私底下他想要活下去，想要呼吸，有错吗？有错吗？活得多好，夸张了。好，来听听我们费丹尼啊，费丹尼。我以前啊有一个很大的问题，因为我以前就是我有痘痘，痘痘，对，然后就是因为我非常的不喜欢，就是如果有痘痘就。我自己就是我会满身就是薄掉，对，然后有时候啊，我的女生，我的女朋友就是在粪便啊，然后我要哪里在附近，只要跟我一起，对，然后我要薄那个痘，然后说你不要这样子啊，这样子对你的皮肤不好啊，我说你走开了啦，我要薄我就薄，对，因为我不喜欢的就是又痘，对，因为我觉得很臭。然后就说，因为痘痘会很臭，不是臭，很丑。然后就说啊，你不要亲人，因为亲人对皮肤不好啊，对啊。我说皮肤也还好了啦，我就是不喜欢就是这样子，因为我觉得不好看。看到他爆出来的时候，是很开心的啦。对，所以是一种喜悦，是一种生活情趣吗？痘痘蛮好玩的，是一种喜悦啦。对，那个好恶心呢，好恶心呢。哎，他们刚说啊，他们看那个玩卡通，看卡通跟玩电动，女生都不能允许，是为什么？尤其是打电动，因为我之前男朋友只要一打电动啊，他就是旁边有人跟他讲话，他都听不到，就是会完全无视你的存在。我记得我有一次是已经大声嚷嚷到说，我快要饿死了，然后他还是继续打那个什么，那你就自己去吃饭，那你去买东西啊。前面就是有讲好说要一起吃饭，这种时候，然后他们打到一个境界的时候，就会忽略你的存在。我还拿出杀手锏，什么？什么？小杨哥，小杨哥说你可以吃点草。他可以找那种旁边是过分的，不是我想，对，有的游戏真的很经典，例如1995年的《三国志三》，百玩不腻，对不对？重点不是这个事情，为什么叫我吃草吧？那你可以预付，对不对？这很棒，对，不然无聊嘛。艾雅的下一任男朋友，你记得，如果艾雅在抱怨你，你就摸摸他，顺一顺，他就会跑得比较快。拿个鬃毛刷，拿个鬃毛刷，刷背什么东西？那个洗发精要去买那个马牌的。放错重点啊！真的很漂亮，好了，不要这样子。漂亮，那贾斯汀，你是里面最爱打电动，你有没有曾经做过这样的事？为了打电动，然后忽略掉你的女朋友？你别打，他是玩线上的，对不对？我也不知道，就是那种篮球还是什么？有差别吗？
就是大家一起玩那种的，因为线上的你没办法站住，一定要那个时候，而且有时效性，有时效性的，打那种篮球的都很长时间，不是20分钟，就是三节五节那种，对不对？四节，哪五节？三节五节，你打赛季啊？赛季的，你以为是雨伞节啊？请问你一节多少？300吗？一节300？金六节嘞，五节。你想要小确幸的时候，另一半常常会给你泼冷水吗？会吗？